那个大儿子录了一段 VCR， 连我都不能看，我现在也是第一次要看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讲我什么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已经一个月不理我了，交了女朋友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有下一段是我那个大儿子，那他现在因为还在念书，团队很用心录了一段 VCR， 连我都不能看，我现在也是第一次要看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讲我什么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已经一个月不理我了，交了女朋友就是这样。我这辈子还没有这么失态过。学校怎么办？我就跟他们说，哦，我家庭发生有发生事，我需要找回来。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。